嗯，继续。升级讲锁具是不是？榆木材厂好像没有讲过耶，眼看下大 level 的一个最大获取量。这边谁侦查我的城市啊？他想对我的城市做什么？该不会他想要跟克我吧？是王国吗？应该是吧。王国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诶，那个训练还没讲完呢。不是不是啊，对对对，城墙外观也没讲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有重点呢。手锯，然后镰刀。镰刀主要就是可以这个所谓的一个采集速度了，那这个是新系统，我看一下，选一个防守，啊，忘记巡防了，边疆。左边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美白胜了，我觉得。